送我的亲儿子去上学，这波操作笑死我了。哎嘿！哎！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啊！这木头，你能不能玩起呀？哎，能不能玩起了，兄弟？好嘞，小心点这个木头啊，这木头它有点玩不起，咱们要抓紧时机直接冲过去。哎呀哎呀，我儿子，哎呀哎，我儿子哪去了？光我过关有啥用啊？我儿子没了。